慈济马来西亚分会举办年度的圣友岁末发放，志工准备了生活物资，送上新年祝福。小心地搀扶着迎接圣友，慈济志工用对待家人的心。一年一度的圣友岁末发放，志工准备了生活物资，送上新年祝福。圣友陈秀凤带着一家人来感受这祥和气氛。今天带了谁来？哎，我的女儿跟我的孙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叫他们也可以去参加慈济活动活动嘛。所以我很高兴啊，有慈济帮助我牺牲啊，我度过很多难关了，我真的很感动。也有去年受证的圣友，患有视觉障碍，却愿意走出心理的障碍，上台分享。这份勇气也鼓舞着台下的圣友。看到有些人他们的遭遇比我们还要惨哦，我们还算是一小 case 而已，因为牺牲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啊。如果能我自己也要像你们这样帮人家。为了让大人可以安心参与活动，另一边还有安亲班的孩子表演在课堂上学到的布偶戏给小朋友看。最后，全场一起祈祷，共聚善念。只要有心，每个人都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。大爱新闻胡慧芬、黄彦碧，马来西亚报道。